泡腾片装管机的工作流程，人工把片倒入注片豆片剂，进入筛片部分，自动排片入轨，自动进入装片位置。人工将瓶按同一个方向放入注瓶豆，自动送瓶到装片位置。人工将盖倒入送盖斗内，自动理盖进入压盖位置。机器自动完成装片入瓶、压盖、出瓶。泡腾片装管机适用于大片较薄、单排有序重叠装入铜管瓶的包装。该设备全部采用可编程控制器集中控制，光纤、光电检测等，性能稳定，动作可靠，能进行自动运行。当出现无片、缺瓶、缺盖等情况，能报警并自动停机。设备与片剂接触部分采用 316L 不锈钢材料，完全符合 GMP 要求，是药厂、保健品厂、食品厂泡腾片包装以及类似这种包装最理想的设备。